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开市大神》。绿树莺啼满城花，不知春色落谁家。只见前方一位大姐下车，竟然忘了拉手刹。坏了！这下好了，我竟然忘了拉手刹。好了，这下坏了，看来要给人家赔钱了。啊，赔钱？哟，那可不行！停下！看我的！哎呀！终于停下了。刚才那小哥忘了拉手刹，我过去看一看。不好，我怎么也忘了拉手刹？倒车请注意！这个小妹妹怎么忘了拉手刹？我得过去帮个忙。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一定不要忘了拉手刹。我也在问啊。我在大车等。停下！不行！哇哇哇哇！忘了拉手刹！看我的本砖。这边，不对，这边也不对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力拔山兮气盖子，自不力兮罪不死。大哥，你不是来帮忙的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总算是停下了。兄弟，这回你一定要把手刹拉好了啊！放心吧，妥妥的。这是谁开的车？这么挤还硬往里边开？好像是没人啊，没人，还真是没人呀、真没人啊！看来这是无人驾驶高科技。兄弟，你快跑啊！是谁忘了拉手刹？你想弄死我？不对，没人。这是货。啵啵，擦。永恒，你给我停下！你不会以为我车里也没人吧？蹭了我的车还想跑？没看到我车里还坐着一个大活人吗？你给我停下来。小伙子，你的车。我的车怎么了？我的车呢？朋友们，俗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首已百年山。前面发生的一幕幕真可谓是步步惊心。下面这位司机的一个小小的疏忽告诉我们，一个小小的手刹足以四两拨千斤。当时司机没有拉手刹，导致了溜车，而一罐的汽油喷薄而出，司机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将阀门关闭。此时油罐里的汽油早已是洒落一地，想想这一幕真是细思极恐。哪怕有一丁点的火星，那将是九死一生。手刹虽小，干系重大。希望朋友们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，提醒朋友们车来车往千万家，停车莫忘拉手刹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关注开车大神，在这里你能看到各种开车神人，让你笑，让你哭，让你一路平安。叫上朋友快上车，保持关注开车大神，我们发车了。点个赞呗，别忘了分享出去，爱你们，么么哒，么。